来，恭喜爷爷成功啊，和京城徐家搭上线，我白家成功跻身于南城一流世家。好好好啊，我已经邀请总督大人来参加老夫的寿宴，从今日起啊，白家就是南城名门望族。女儿，多亏了你做主啊，把白玉威送给了徐家，咱们白家才能得到徐家的融资，你可是咱们老白家的大功臣。白玉威那个贱人，爷爷把她嫁给叶真龙是想让叶真龙成为战神，谁成想他一入就失踪了，让咱们白家成为了笑话。现在让他去陪徐少是他该做的。现在啊，老夫只担心玉威啊不肯去陪徐家。爷爷放心，孙女有的是手段，保证让白玉威乖乖就范。走，爷爷，白玉威带到。寿宴上披麻戴孝还有没有点礼数？老二怎么生出个这么个女儿？既然来了就收拾一下，吃完饭去陪徐少。我不去。你说什么？我是真龙的女人，除了真龙我谁也不嫁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去不去？我不去。贱人，我给你脸了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去还是不去？你要是不去，我就让子豪把那个老太婆放进河里活活淹死。白秋水，同样都是女人，你为什么就这么恶毒？还用不着你来教训我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想救老太婆就去陪徐少，本小姐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叶家叶真龙，祝白老爷子升官发财。